我刚才研究要怎么用没有 3D Touch 的手机截图，原来是两颗音量键加电源键啊，一起按下去。哎，提醒晚安，你每下都是顺，可是我这样子要害你，又不会重新剪到，对不对？嗯，你不会玩的，不行，你们转勾勾，转。算我刚刚有截图，先截图一次。叫你第一名，系统对不起。你在拿谁先？你啊。我来。一堆浪花是吗？真的假的？现在柠檬的年纪好美啊，自己中上面，谢谢。我没有跳腿，开心。还是都没更新？对，我没有更新这样。换五百。阿丹晚安。超好笑，这我都想不到哎、欸，还是因为我都没有更新的关系，因为我真的都没有。我真的都没有那个去更新啦，因为你们都说什么更新了会怎样怎样，然后就那我不要更新了，所以我都没有去更新。柠檬的年纪，我觉得阿丽那个超好笑的，我每次听阿丽我都很想笑。谢谢，金马红，真的假的？那你今天比较烦，我们礼拜六再来抢。笑死 ，My friend， 你设粉丝团，你把它发开，好吧。包设置粉丝团，船长晚安，西西晚安，恭喜初选班，我不是初选班啊，西西，我有汽油，西恩，哎，对啊，我都想不到，为什么是我问题吗？你看杨雄自己抢。断钩喽！因为我刚刚重开。你可以抢，你可以送我那天你抢到的钻石。哦，对不起，我刚刚听完广告。我刚才可以站起来跳吗？好像太低耶，来，你这个往后一点啊。有些过教室的窗户旁，等待着你出现的时光，挤成了一片将我掩藏。不行，我要坐下来，这样看不到我脸。礼拜天很强，我已经被大家讲说我是可能最强二期生，怎么办？这样我还能说的柠檬。想把自己都洒脱，交给你我的所有，这一刻会做的柠檬，我就想这里
走，没有忘词，只是不想唱得太高。秋夜被你漂亮的街巷等待着你，视线似乎不小心对上，忽然之间的一个刹那。真的，我真的带着操作精神冲到第三，谢谢。为什么是习惯？大黑马，对，我也吓到哎。一直都很喜欢你，只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从教室窗户的旁边偷偷看着你，在操场挥汗奔跑的样子，早就深深被你吸引。我觉得这句很好笑，赶快躲到窗帘后面，超好笑的。要听音乐才知道。我来 diss 阿里了。接下来，有 You Bill 比赛公演吧。对不起，阿里。我在后台，我真的是一直在笑，然后你们就对不起，那时候什么不准，怎么挤下去？谢谢南泥蛙送我新闻哦，你要冲那个榜。这个 diss， 对不起，我真的很呛，我真的没有讲什么呛虾哦，当是因为当了这么多次，该换别人当了吧？对不起，我真的，我错了，我不会念，我应该不会念那个的，我应该都是二号，我一直被猫头柱老师笑，因为我第一次在念的时候。他听我讲那个操场，然后我就台中腔，然后我就来操场，然后我那时候在里面换衣服的时候，我听他说哎呀，周江都念操场，我就对啦，哎呦，还要补欠卡，我不知道对不起，十月公园先请假，好的，请假吗？因为感觉真的我超强，全场哇，手套谢谢你送 love， 没办法吧，就是可能就是觉得说总要来点，赶快耶。阿丽那时候还问我说，他说安安问你哦，把面包超人吃掉那时候我就说细菌人，他说哦好，然后他上去就说，哎、欸，你吃面包超人什么？我要来细菌怎么把你吃掉？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小助理挡在前十外，要念日榜。好的，日榜。哦，对对对，要念日榜。哎呀，我脚好受不了。对不起，刚刚脸好像有点崩，有点痛，不行。啊！好好，谢谢小姨送我星梦一元。对不起，我脚好像真的好像不行，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动了好像会烂掉，痛。细菌人杀死吃过面，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说是细菌人嘛，然后说哦哦，好，然后我就好像不是细菌人，好像不是哎。然后他就他说你坐哪？什么坐哪？我什么我坐在哪里？我坐在哈？什么？谢谢南妮妈送的玫瑰，谢谢手套送的 love， 小助理崩溃耶！你们不要再比了好吗？很无聊哎、欸。在抠脚，我没有在抠脚，我在绑这个绷带啦。怎么可能抠脚呢？你觉得偶像会做这种事情吗？你坐在椅背上那就比较舒服。我没有坐在椅背上，我没有坐椅背上啊，我坐在椅子上。脚受伤？对啊，我扭到，我那个 reset 的时候就扭到了，第一手扭到，然后后面细啊，怎么这样？可是我现在才收几件，我就说你刚刚不是扭到吗？就是他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我蛮感动的。谢谢小薰送的告白气球，谢谢。你不用进了，去小薰公园都出镜哦。小助理坐第一排，他等下就抢你们，他说我不要，不要让给你们，我不要让给你们那个彩带。这头扭得太丑。没办法啊，就不小心就扭到了，太用力了。小助理没有收到彩带吧？我那时候我前面是我不知道谁的妈妈，然后反正我的彩带就没有丢过去，我就卡在云爵的彩带上面，然后我就然后我这样，然后他就默默的捡起来，然后传到后面，传到第三排。然后第三排我最后手就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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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真的动不了，太长，应该说绳子太短。是啊，你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Hello， 坤坤，季风亮晚安。Hello， 嗨嗨。阿杰是女神，是女神。他那时候，我超喜欢他跳这个动作，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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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是，超喜欢，超级超级喜欢。忘记有没有剪了。沙友 ，Hello， 超级喜欢。我下次我想要当这个下去的。你跳起来就怪怪，你说我的脸吗？我会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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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哼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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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想要跳新端耶，新端好可爱，都想跳。新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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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二。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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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是接吻，大家有没有滑到？哎，不要这样好不好？我居然是接吻，那时候我听到接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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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好吧，居然是接吻，就可恶一波。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接吻也蛮可爱的，衣服很好看。他们晚安。还有什么？起劲！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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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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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这样，跟走路现在走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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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怎么乱跳？还有什么另一首什么？啊，逆转我知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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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哼，对，有什么？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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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件衣服太可爱了，可爱到好喜欢。它旁边的纱毛超毛的，小猪晚安。真奶吗？珍珠喷出来，这很有设计的桥段吗？黝黑的肌肤。原来是事故，绝对不是设计好的吧？七七七七说，因为我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就不小心把它甩出来了，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我等一下上去它就会甩出来。然后七七就说你这是会甩出来，我就说哦，我刚刚有甩出来。然后他就说那你等一下甩多一点。然后我就不是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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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然后我就甩出来，然后我还一边吃夹士布，有那时候，我那时候一片点感情没有啦，我是真的没有想要甩出来。掉下来真的想收藏，然后结果就真的甩太多了。可是我在那时候上场前，我喝一口珍珠，然后那个珍珠，我跳一跳的时候，它跑到我嘴巴这里，超尬的。然后我就默默吃下去，超尴尬。我想说完了，我就被拍到。
其实没有爱恨，不是，我跟你们说，我前面都对，可是到第二段的时候，我播给你们听。然后我看那几面阿潘两个人都跳错，然后我就是我错吗？第一段，这第一段哦，二三四一。都对，我们都跳错，然后想说不对啊，他以为我就是，然后我就跳错了。我这都还对，这张看不到。我脚扭到，等一下就是这一家，我们前面三个跳出。这一家是一二三四，这才是正确版。然后我们那时候跳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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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好，没关系，我记错。你在旁边怎么样？压在椅子上。谢谢阿咪送的全力印三元，谢谢。小没事吗？你错，我也抽现场生存券，然后我都结束。我这个没事啦，你看我当天机位顺序都跳了，我们会找你啊，来啊，来呀、啊，我也想要让我的出现奇迹数字，当时真的是太梦幻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刚刚会吃太久，没事啦，还好，还久还久。嗨，开门大声哦。知道大家想说恭喜大家上面，谢谢金思阳。哎、欸，所以他送什么？都不嫌晚，都不嫌晚。什么？送什么？其他送什么？还会有？什么要送什么？你现在没机会了啦，不可能进来。哦哟，不好玩哦。哎，不是刚刚有罐头晚安和后晚安，谢谢金人分享直播间。我们看到现在第一名，你们真的是很过分。第一名现在送520，你要？你要？你要？你要送什么？发 Mario。我脚没事啦，没那么严重啦。我这几天上课因为吃那药，那药很狂哎、欸，还可以让我睡很久。嗯，我要跟你们分享，我吃药，我在哪一组啊？萨古拉的那个前座前，我在吃药，然后我真的是怎么办？头好晕，好想吐，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睡觉，然后吴奇慧就在给我拍照，然后他说：“哎，眼睛闭起来。”然后我就闭起来，然后就拍拍拍拍拍，然后我说干嘛？我说干嘛？他说：“拍照，你眼睛闭起来。”然后我就疯狂练习，哪里买得到？什么？叫那个玉安哦，叫那个玉安不要送。照片在我手机里面，我会给你们看。哎、欸，所以你要送哪一个比较有用、欸？什么用送什么？就是送哪一个会计算钻石比较多？我觉得，我觉得，哎、欸，你换手机了。因为我在后台那边睡觉啊，就在后台睡觉，然后就拍拍拍拍拍，然后就曝光哎、欸，大曝光，就我睡觉都被拍，傻眼。这个真的很搞笑。手机画质一样烂，一样烂吗？因为可能不是手机问题，有一个后台睡觉的。哎、欸，不是，我真的很累，我真的是不行，真的是吃那个药，那个药效太可怕。金钱包好多组配置，我妈妈、阿丽，还有吗？海豚，晚安。你是最后要才想睡吧？他什么肌肉松弛剂，超级想睡。我昨天上课还被老师叫，我说佳安站起来，因为我在睡觉。然后我站起来我就说老师我吃药身体不舒服。然后他就坐下，然后我就坐下继续趴着。这真的很不舒服哎、欸，真的有够不舒服。你知道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被叫起来。对，老师我吃药。你知道手机？哎，对，我手机写，对不起。
什么？有一个人，我就有，我坐第一排，然后就有一个人一进来就去看，然后走一半看一下，然后走一走就看一下，然后呢？然后就他就走掉了，然后呢？我就不知道他在干嘛，有一个人。断钩仔，大家都是断钩仔，不是你吧？不是，是一个白色衣服戴眼镜，白色衣服戴眼镜。今天，那天，哪一天？那天，落日一笑吗？我不知道，应该是吧。听起来是落日一笑。我就很尴尬，不知道要干嘛。耶，你们断钩，很多人断钩了，因为太像出身高。那天姐姐们他们就。超好笑！我在后台，然后他就说：“哎、欸，你跟你妹很像哎。”然后就觉得说：“哎、欸，我要出去看。”我就你还叫我拉口罩，这首很好听。对啊，我很喜欢这首歌，《圣诞节》。不是啦。我都被我们群主的头贴给你们看。Christmas， 我是安安。哎呦，你看呢？出生 ，so sad。切换。有没有小翠坐在切换旁边的感受？哦、他只有跟我说，哦、怎么没有人喊 uncle？ 因为那时候等超久的，都没有人喊，笑死、欸！什么啊？我们那天原本约好的 MC 跟真的在讲，其实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有没有是讲说要讲，就我们三个是先让瑞婷熊妹我，然后再从熊妹开始她的最近的自己近况分享，就她的近况分享让我真的接不下去。她讲什么？她讲那个什么星星猴子那个，嗯，她不讲说她跟她猴子讲话那个猴子，嗯，那我就。欸、你超尴尬，就是你们讲话都没人要理你。谁？我。然后我就笑你。哦，对啊，我在后面讲说，我忘了讲什么了。我说什么？反正没人要理我，然后就，然后就很尴尬笑。谢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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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尬哎、欸，那时候没人要理我，我就觉得很。想哭，我有讲了三四遍，然后没有人要理我，然后我就，没关系，好，没关系，我就尬，谢喽。我还有三个握手券没卖掉，中间那段 M， 我看很有比较感到。你说我看透了，我说我还有三个握手券，嗯，你还有三个握手券，走，我想说要不要去握，实在太长了，我看他那个，可是我觉得蛮好笑的、啊，你觉得不好笑吗？你讲什么、啊？我们那组是讲那个，变成男生那个，他重播了吗？还没，他真的很强。小醉要握安安吗？不要，拜托不要，去握底。都握手去，一起去握小迪好不好？一定去握。对啊，那两个蛮好像在的就多了。嗯。没有啦，我们都会有小检讨大会。我有跟一家分享那个
就是说其他几个 MC 是什么，因为我在后台毕竟听得很清楚，就是稍微跟一家分析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组尴尬的点，因为我其实在布朗看到有人讲说我们表演90分 MC 70，所以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其实我们感觉草组没有比其他组还要精彩的感觉。所以就是我分析一下，就是可能是我们平常的那种互嘴的那种平常练习互嘴的东西都没有出来，就在舞台上不敢讲这样。就稍微分析一下，小慧 ，Hello。什么小迪？我猜小迪啊。结果那天我我公演前一天然后我去西门买 CD 耶，然后我抽了两张阿潘，两张都不一样，哈哈，反正背后不一样，最用心，我们原本那段我们呢变男生那段原本是要聊说手套很故意哦，想要卡卡吗？真难过，你买不到。我现在剩蛮多的，好像你有看到那海报吗？我们海报贴在旁边的，旁边超大张，没有。不是那个，可以讲就对了。啊？想要什么？啊？我刚讲哪里？对不起，我刚讲哪里？我忘记了。我那天就是去买了，然后就其实原本看现价，然后后来我再去的时候还有变价。我看到的时候都没钱，看到就看不到。易放券，我跟你们说，我两张都是用易放券买的。好用，我也是用一方就买，没有，我还要自己再花钱。你没救了，太难过。哪有我过后你都不来，你都不来了，你都去找。算了，没事。Helen，Hello。不是，不要欺负没中。合照跟我，谢谢。我也想要出现奇迹数字。好，不然好东西找谁？谢谢你也是。你们都去，没事。哎呦，讨厌。什么？你都找你？谢谢谢谢。哎，连线。你会被教科书连续剧？我会不会被指线？让你出现数字？没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找我，就很开心。你们不都去找那个吗？这叫什么？月宵是吗 ？T 恤哥阿翔 ，Hello， 杨雄，到时候你还可以填，填起来。我在看天天网上是什么零？为什么零？零？为什么突然来一个英文歌？
爸爸妈妈。去赏月吃月宵很好。哎呀，好啊！你只去迪士尼吃那吐槽宵夜，宵夜。就天天的网站啊，我每天都在看你。去赏月吃宵夜的朋友们很多呢。有网站啊，小于100张到什么的。那为什么之前都？那你就是啊？我说啊，为什么之前的那个都看得到？啊，就是因为你出现数字才会有。对啊，就是你要。哦，现在我记得我今天好像看到是252、58，忘记了，好像应该有变少了感觉。哦，现在550了，我、哦、是谁？是 Annie， 是 Annie 耶、欸？什么550？第一个出现数字是 Annie 耶、欸，是 Annie。哇，好强哦！是 Annie 耶、欸！你们在干嘛啊？灌好多西西，互相找。那么样，我知道我看到那过程。我可以去舔你，然后再跟第二个啊，第二个是 Annie。我可以去舔你，然后再跟大家收钱。嗯？其实，哎、欸，不行啊，要大家舔。啊，好犹豫、哦。没有哎、欸。收件里面。没有，我没有钱。快回到我那边。合照会。你还可以包布，这边一定。他没有要来找我拿小布呢，这样很奇怪。上次就够尬。浪费钱。日榜九的大大，合照费是抽签的吗？是吧？我记得是吧？一个人180张。然后我们二期感觉蛮好的，除非前面几个，像路卡、机会啊这样子。杨总总可以的啦。我总会在取经的前面说大家，怎么了？怎么感觉最近很辛苦？会照会 pass。你嘴巴上的，等一下，擦一下。啊，嘴皮耶啊！停歌不在找，
是要买 special gift 是吗？当镜子。我今天没钻石。你知道嘴皮超舒服的，吃嘴皮是史上最疗愈的事。是吗？谢谢男友送《星梦印人》，会有血腥味？不会啦，这种成年老题，成年老就是不会的，梦魇的疗愈，真的。不留下可以，撕嘴皮很好。你要，我跟你说，最适当的撕嘴皮方式就是等你洗完澡之后，你嘴皮就会软化，你就去亚拿牙刷，然后叭叭叭叭叭，然后你就哦，身心舒畅。欸、我的制服还在我床上吗？哎、欸，嗯，我的制服怎么了？还在床上吗？我把牙套放在口袋里面。体育裤，是，是的。你去跟妈妈讲。啥？我牙套放在口袋。然后呢？我不知道是拿去洗的。我拿去洗了。啊、小屁孩、喔。谢谢上庭送的玫瑰，不好玩啊，完蛋。上礼拜六还是有看到小弟，礼拜六吧，应该是礼拜六。但是要丢礼物是不是？不要丢礼物，买双鞋。等十月的，十月。要小助理，能卖吗？他说你今天穿牛仔裤回来。啊，我，你今天没穿牛仔裤，牙套了吧？在体育裤里面啊，不是那个。什么？我昨天的体育裤。我哪知道呢？啊，你要？他说没有啊。啊，拿去洗。我不知道。我得买新的。昨天是九月吧？那不是我。为什么我妈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难道很贵？对啊，他们拿去，好生气哦。你自己的醋，不是啊，为什么拿去洗？我牙套昨天丢在口袋里面，然后我今天早上看我的裤子不见了，然后我刚刚讲的是十月啦，十月升鞋还没初五吧，还没十月对吧、啊？你说小军，你好像完蛋了，因为他在哪去洗？哈哈哈。牛头不对不对吗？马嘴是这样用吗？我们没有对到话题。光辉十月。哦。
帮麻油按赞，我喜欢这发色。牙套可以，我也想知道。傻眼呢、欸，傻眼、啊，为什么要帮我呢？我想想，可是他拿去洗衣机洗，这有点悲惨耶、欸。最近直播好吗？不好，一副五千块，我不知道怎么办。五千块会不会烂掉啊？西洛伊，看白金，穿戴柔软的飘逸，我不要。这样，傻眼哎、欸。独蜘蛛，我喜欢中间那个 Mina 唱的，超会改变我的独蜘蛛，超可爱，我每次看到，好可爱，太可爱了吧，就真的是心动。Speechless。我要像我梦中走，不用你打错了妹，讨厌啊，就不小心多哦对，然后我那天看到那个 ATC 的那个社团啊，ATC 的社团要打我们这组的那个表，拼图的 C 位是熊妹，不是爸爸。书关爱情的 C 位是一家，对，好像还有另一个，忘记是什么。我看一下，风铃草。看一下，哦，星空的错误。星空的错误 C 位是，星空的错误是林杰，然后曙光爱情是，对，一家这改了，星空的，跟拼图这两个错，拼图是熊妹，对啊，是熊妹。嗯哼，我要跟你们分享，其实我在公演的前大概是八月中的时候，我那个白色情人节，我换号码哎、欸，我换站位号码。晚安。你干嘛？勾到衣服。晚安。卡哇伊哟，卡哇伊。喂，很香。谢谢各位。
对啊，我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原本在后面，可是我后来跑到中间去，我们人员有做更替。偷啦，偷的跑到床底下了。都看不到。新手机居然太棒了！其实新手机可以边充边播，哎，哎，电量充很快。那也可以充我的旧手机吗？可以可以。还有80哎，超棒的新手机。换手机，对，我换手机，我刚刚换新手机了，好棒，开心。它不会没电。这样他不会对我弄到没电。三眼，对我换三眼。很贵。嗯。过来，想睡觉。他睡觉。有到脚礼物？不是啊，因为生日礼物啊，这样讲来讲。我一直80派来。他现在80。大机的电量很够，真的。机体容量也很够。对不起，我还有鸡爪，不是，它是鸭爪。这什么神奇的叉叉？这是吃螃蟹的吧？有带环形灯吗？什么环形灯？对，然后搞上了，然后断掉，断了，嗯，断了，对，断了，对，断了，对，开玩笑的，没断了，都是洗衣机的味道，你可以不要吓我吗？好笑吗？啊，都洗衣机的味道，太香了吧。就是带到牙套上我会想哭，看你好紧张的样子哦。对啊，你刚以为要花5000块。讨厌，好玩吗？我就知道你会生气。那个不是讨厌呢。笑屁呀、喔！我刚才才哭出来，你不要吓到我就。五千块，鸡爪我先买。你讨厌哎！你刚才越来越大声了。嗯，好笑吗？很讨厌啊！过来，突然在看你旁边了。什么歌？听到第三，听到第三。哦，哎，我真的没有想到第三，我真的一还真的很笃定说我是一轮游的那个，可是我真的猜一轮的时候我就。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我张嘴巴了，居然，然后猜梦想就是猜在第三名。其实我原本应该会，也没有说原本啦，可是其实你知道，我那时候有一个心情就是说，我猜到第三名，我就觉得很感谢。第一名我还不太，如果真的那时候猜到第三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很害怕。你可以小声点，我已经听不到了。就很害怕当
就是觉得自己还没有那个资格去当先生。小黑啊，你刚才超惊恐的样子，哎、欸，连感谢我都没有，还没吃完饭，然后吃完早。我只知道，你知道，你我吼超厉害吗？对不起，我只记得我在呛下的时候，你大了啊的。对不起嘛，这样子你就完了，太呛了。我觉得你呛下超凶，对不起嘛，我现在就被大家公认呛下很凶。不是不是不是好事。不过毕竟没重新回会啊。刚刚这样看起来好玩，太凶了。我现在想说我到底那时候哪来的勇气，这样子有这种感觉。我到底哪来的勇气，小朋友的手指怎么了？才中才勇气，但我勇气到哪？现在想起来啊，怎么这样？我要抢那一只。我还觉得你很带种，我很怕拿贝类结粉去打。没有啊，对称的数字君。梦之中，节奏，梦之中，我先梦。啊，要被梦之中打。众人一巴掌。梦之中，你那时候在笑我，我那时候对着我在那时候要打人是瑞星，然后我就众人一巴。梦中说，我就这么不想打错没，我要。我觉得试衣服那边很好看，就是那个，嗯，还是东海的比较好吃。对不起，对不起，鸡爪厂商，只是我真的很喜欢吃东海。台中人认真。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一秒得罪人。今天我在公司隔壁下面买碗柜的时候，瑞婷问我说：“啊，他们的亲子冻好吃吗？”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想要讲说它跟大呼比起来的话比较干一点，可是我没有说不好吃。”然后我就说：“如果你要跟大呼比的话，它比较干一点。”然后我就嗯，然后肉就说：“太直接了。”然后我就说：“
但蛮好吃的。然后他就说这句补的好，然后那店员就对我超凶的啦。然后我就说，我说还有那个吗？又想什么？他说没有，卖完了。然后他就要直接问下一个人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要豚骨的。他超凶的哎、欸，然后我就对不起。没有，我就是都不会看场面讲话的，所以有时候讲话在原。林嘉诚 ，Hello。我把眼镜戴起来了。很无聊的发言。哎呦，是谁啦？那时候我在跟李宁猜拳的时候，我说加油，然后有人就说啊好凶，我就，真是的，谁啦？我在吃鸡爪。我真的没有想太多。有，然后玲玲也说加油，所以我们一起上了，我很开心。我就以后如果这样讲话要被人家打，那小孩怎么这样呢？嗯，没错，很喜欢。哦，你是坐在就是第二排那个吗？大概第二排左右，我忘了，因为我是听到声音。没有，我是认真说，加油。可是我可能脸严肃了一点，我人很好的啦。不然大家都不会这样欺负，反正没有啦，没有欺负啦，大家很爱开我玩笑。我觉得像刚刚那个骗我的，真是的。Hello 保护队，嗯，好，好，有礼物，你刚刚抢红包的啦，他在那边狂抢。结果在后台一直抢红包，只是我们后台网络真是烂到炸掉，收不到讯号，所以都没有抢到。然后主厨还说：“哎、欸，我帮你抢，帮你抢。”然后就说：“哎、欸，真的抢不到哎、欸。”记得不要对摄影大哥这样子，真的不会啦，我都在忙，我是乖乖学，大家都是乖学生，是乖成员。我那时候 Daisy 跟 Sakura 在后面，就是他们要换装什么，我还帮忙换了。然后换完之后，我就问姐姐说：“那什么需要帮忙？”然后姐姐就说：“说你现在到那边乖乖坐好，就是帮我最大。”我就好，
难过哎，我真的很难过。深深会见，好。我就带件外套，让座坐得太久，椎间盘。Yeah. 来宾呢？我自己冲那么凶，因为他要那个五千。妈就好，他不许，不知道。不是这样。因为我刚买的，刚装好的。先走，好啊，拜拜，礼拜六要来一场直播，思涵晚安，泰勒晚安，我很想要丑大哥你自己来，然后这个不会念呗。太高，老鼠不喜欢骚，我只穿着你的外套。老鼠坐的太久，椎间盘都有点歪掉。真的不会念人。来，米娜。嗑药。他们怀疑我，是不是？All day long is all in my soul, my soul. 家长，哦，我的天，天过年，不想这样，爱被拉下，心上的爱都有些下不来。谢谢杨翔送荧光棒。不要死他！噔噔噔噔噔，下一首。我们现在都在发那个支持率，那个就是一个梗。我今天黄秘书发那个很好笑哎，你有看不到吗？有啊，你的珍珠。来炫耀。不用跳就有了，我要炫耀这个。你看，是签名版的，只是它壳有点被我压碎了。我来分享这个歌词，我太开心了。让我们闭嘴。
真的很好笑哎、欸。还有那个 Bellflower Daisy 跟那个 Sakura 那三个老婆婆的，超可爱。那面面还署名午安，开心。然后七七自己独自签了一个我爱安安，安安爱我 ，yes yes。然后这边肉肉的一家，嗯，这边摸摸，哎，我说你可以帮我签，他说不行，300块，然后就他说好啦，我要签里面嘛，他就直接这样。现在一个大版面，他就写了，开心开心，什么抽奖？我要收藏的啦，我决定要每张每张全部都有，哎，好像 TTP 的没了 ，TTP 太久了，算了。一万什么？一万，他写1000。那我说10000啊。10000，傻眼。不可以，不可以，这是正常品，请你们自己去拍。五万五万哦，那海岛上的天边，就不明确，不可早决定不停歇。五万五万哦，那挥舞高举的春夜，天边江河甜蜜的空气都是飞。自己去拍，自己拍的话就有机会了，加油！还有演唱会 A 牌，好棒，对不对？A 牌算是？嗯 ，A 牌。对啊，可是你那不是 A 牌，哦，那不是 A 牌。你是关系者系、oh. ，A 牌是你后面那牌，是有阶梯的。嗯。害羞爆掉了。没有门票。对、啊，是吧？哎，有 A 牌、欸。那你选，我不要听那个。我不吃了。小助理要跳吗？我要跟你们分享小助理那天的事情。他说，哎、欸，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跳舞就可以拿到16人版的签名？你知道他的内涵的意思说，哎、欸，你去帮我要签名。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说没有吧，我就说没有吧，还说不知道。然后我忘了，反正我说什么，他就说你可以帮我要吗？有人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你不知道？16人版，贪心耶！这也没有门票关系。哎、欸，这样好吗？我那天很害羞，我想说怎么办？我到底要不要去要？很尬。什么歌？哒哒哒哒哒，呜哇哇哦，看海岛上的天边，就不停歇。不可以早决定不停歇，呜呜呜呜呜，挥舞高举的春边，耶耶，爱甜蜜的空气都是杯。大家都不懂，耶耶耶，耶。海中的歌啊，对对，他有个棒棒，哎、欸，他有个很强耶 ，One Piece， 但大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我刚刚有人飞起来，超好笑，嗯、可是很厉害。哎、欸，我那天去那个舞美外面，就看有人在跳，飞，就一群人在那里在那跳。所以不要往我跳光，他不会跳，看小翠跳。你要你说什么很难？啊？哒哒哒哒哒哒。
我都不会、啊。耶耶耶，这个吗？你也可以唱耶耶耶。跳什么？跳起来，跳起来！我看唐友哥看了很多遍，他太厉害了，他也不会抽烟。而且你知道唐友哥还配长版，长版的完整。我没有看，啊，你就抽不到他，所以我就没有必要跳的必要。free 动作，对啊，一点点，最后面是 free。我刚刚有重新看，现在还发了个车。哎，我们能发了吗？各成员版，今天是布丁，我要看丽，你很好玩、啊。你有跳？我有看到，我有看到，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你们里面有你抽啥？对啊，而且 A 排你还坐在 A 排前面呢。啊，对啊，抽什么抽？傻眼，傻眼，什么什么态度？下次不玩哟。你这样英雄就是一只马，你这样不对哦。好好跟那个星星真的超强，我一直想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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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因为我就跳这段，噔噔噔，嘟嘟嘟嘟嘟嘟，呜哇哇哇！好，我要下播了。我看到我同学在催我明天买早餐，笑死哎、欸！都不知道我讨厌。好的，第十名是阿丹，谢谢阿丹。第九名是玉超，谢谢。第八名是拉，第七是安安大明星，第六是南尼蛙。你怎么那么前面？第五名是杨雄，第四是手套，第。第四是阿米啊，不，第三是阿米，第二是小薰，第一是洛丽笑，谢谢洛丽笑，谢谢谢谢谢谢，才奇怪，没有啦，不是不是，我是只想唱歌而已。在白色情人节才远看海，安排什么期待，连礼物都给不出来，什么东西奇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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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奇怪，谢谢洛瑞笑。没有，他只是醒过来。拜拜。礼拜六可以来看直播。对啊，白色情人节。拜拜。他礼拜六要补课，讨厌。真的。对啊。拜拜。拜拜。拜拜。哎，六点吗？礼拜六的八点吧。嗯，拜拜。